手机举那么高干嘛？知不知道45度仰角才是黄金角度？你举这么高，你根本不能拍出最美的我。我能跳过这张桌子，你们信吗？扎心了，不，扎肉了，老铁。当驯马师扮成霸王龙之后，整个画风都变了。什么鬼？谁在我背上？快给我下来！为什么让人觉得莫名的好笑？水花来了，快跑啊！这位小哥，逃跑时也要注意脚下呀。看来大圣这回是碰到对手了，不知这位敢和大圣动手的小哥是何方神圣啊。哎呦喂，这个魔术好，可以发家致富。今天决战秋明山，看到我尾灯算我输。你都撞到树上了，算赢还是输啊？大兄弟，这泡澡的方式我服，不过你们确定不会影响市容市貌吗？对，你刚刚给我吃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在打嗝？根本停不下来呀，是不是平躺下来会好点？好气，哎，好气。旺财，你这睡姿也太豪放了吧！说好要走淑女路线的呢？坐过山车最怕什么？是高度，是速度。我的天，我刚刚是撞到了一只鸟吗？我也很无奈呀，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叔，你这改装车改装的真不错，高手在民间呐，不过不能随便上路哦。快停车，堆尾了。我也想停，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吗？啊？那仆人又把门给关了，你以为这就把我难住了吗？开门 so easy。 电视机前的迷妹们，不要崇拜哥，哥只是传说。老爸，你真的是带我去公园玩吗？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我都忍不住要跳起舞来了，哈哈哈，出去玩喽。虽说我是个正经人，但这小家伙洗澡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三遍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柔弱无骨？两位小哥，你们能好好开车吗？我要去洗眼睛了。我看你们是工作上的事情太少，这两位的老板，请让他们回去加班吧。印度的马杀鸡一直颇负盛名，最近他们推出了专门针对久坐族的头部马杀鸡，至于效果怎么样，一起去看看吧。首先，按摩技师会用祖传的无影手帮你充分放松头皮，让头皮快速进入舒适状态。然后快速摇晃你的头部，通过轻微的头部震动刺激你的颈椎，缓解颈椎劳损。接着利用摩擦生热刺激头部神经，加快头部血液的流通。配上轻微敲打和揉搓，是不是立刻感觉神清气爽了呢？看小哥的神情就知道无比享受，电视机前的您想不想来感受下呢？